联合全体萧总会长、宋秘书长，哦，以及各分会的会长、副会长，哦，啊，佮所有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哦，咱今仔日是这个中华民国112年4月16日，哦，就是咱这个村仔会正款第二关，村仔会正款第二关，咱为家人讲，哦，来到这个目的地，哦，拄拄啊好210公里。210公里，哦，啊，咱的正确位置是这个北纬26度28分，哦，东经123度14分，哦，啊，咱即马这个现场的天气是这个晴天，哦，晴天，哦，啊，头的所头的是这个东南风，哦，东南风4至5级，哦，4至5级，风势无介大，咱的能见度啊有这个14公里，哦，有14公里。啊，这个气温啊，24度，气温24度，哦，啊，这个是海涌是小浪至中浪，哦，啊，水温啊，大概超这个23度，哦，23度，哦，啊，咱昨暝啊，这个大概你超这个5点外，吼，哦，5点外，咱为家人讲，哦，一路开出来，哦，啊，一路顺风，哦，一路顺风，哦，啊，晴空万里，晴空万里，哦，啊，咱来到这个目的地。哦，嘛是同款哦，晴空万里哦，所有啊，规天哦是光光光哦，这个天气啊，差不多大概跟咱这个头一抓诸葛赛的天气诶，差不多哦，规个啊，这个能见度啊非常的好哦，啊，天顶啊拢无什么乌云哦，无什么乌云哦，啊，咱即卖是这个春天哦，春天，所以讲啊，哦，这个水面啊有小块这个水雾。哦，小块水雾，哦，啊，这对阮这飞行无什么影响，无什么影响。啊，下面啊，咱去买啊，看咱即马，哦，现在啊，咱船只吼，咱船只这个正确位置，哦，来看这个船只正确位置。即嘛，咱船只吼，诶，位置伫遮吼，啊，咱个半角点吼，正确个伫遮吼，啊，即个面顶即是咱即嘛船只即个位置，离即个北纬啊，即东北纬26度，31分点25吼，即小数点嘛爱落，东经123点13度，哦，即个小数点赶快慢慢来滴落，我因为啊，咱今仔日啦，吼，咱去为着要闪即个阿强啊吼。即阿强啊，伫遐咧演习吼，啊，所以讲咱个船只吼，咱个目前个船头吼有小块安尼偏向，但是啊，等个时间一到吼，时间若一到，咱同款个，我来到即个半角点，哦，同款个来到即个正确位置吼，啊，今仔日啦，哦，你即个咱今仔即个风势所头个是东南风，哦，东南风，哦，有一个位会较吹倒出来，哦，飞倒起来，啊，咱第二关个正确位置。伫遮，哦，伫遮，哦，咱假使讲咱个分鸟吼，咱搭个分鸟，若规个拢放出去，若要转来到这位，哦，有小寡这个，小寡阵风，哦，小寡阵风，啊嘛有侧风，嘛有小寡个侧风，连伊分鸟放出来，哦，若假使靠运动啊吼，伊会小寡偏东边，哦，偏东边来找路，哦，先堵风，哦，啊再过来，再过小寡安尼吼，小寡堵，小寡侧风。哦，啊，如果来讲哦，为这点，哦，来找路，哦，来找路，可能伊会爱飞较久，哦，爱飞较久，因为啊，咱今仔日第二关，哦，咱同款，甲诸葛赛这关吼，差无介远，哦，小可有偏东，哦，所以讲啊，咱即马这个今仔日，哦，咱透东南风，若要转来，哦，有小可堵风，但是啊，你请在于放心，这个风势4至5级，哦，无介大。哦，持续下去，这个风势啊，哦，无介大，无啥个阵风，哦，好，啊，咱下面啊，过来看一下吼，咱这个早起啊，吼，伫这个验风条的画面，哦，来放这画面啊，互鸟友参观。北海联合船队萧总会长、宋秘书长、啊，国分会会长、副会长，早安，啊，以及咱这所有的观众朋友啊，大家较早，今仔日是。这个中华民国
1812年4月16日，哦，正官从那过正官第二关，咱位家人讲哦，开来到这个目的地拄啊好210公里，哦，210公里，哦，啊，即阵是大概这个透早5点左右，啊，咱的船只已经到这个放角点，哦，啊，咱这。这是咱这船顶啊，所有有各分会派出来的工作人员，啊，即阵要来验风调，啊，请各位教友坐船来参观。3115分会阿娇的，请起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风调好嘞，1923，风调完结。收台完成，红桥号码1951，红桥完成，收台完成，红桥号码1955，红桥完成，收台完成，红桥号码1958，红桥完成。收台完结。3116分会，阿娇的，阿总，来哦。好，红桥号码2835，红桥完结。签名完结。收台完结。红桥号码2838，红桥完结。签名，完成。红桥号码2837，红桥完成。收台完成。红桥号码2834，红桥完成。北桃园英雄之会，红桥号码2844，红桥完成，红桥号码8645，红桥完成，8989分会，红桥号码3102，红桥完成。红桥号码3101，红桥完成。3678分会，阿娇的，各位教友大家早上。红桥号码2614，红桥完成。收台完成。红桥号码2636，红桥完成。红桥号码2621，红桥完成。7879分嘞，阿娇，大头。红桥号码2197，红桥完成。收台完成。红桥号码。2200，红桥完结。红桥号码2127，红桥完结。2589分会，阿娇的，阿庄。大家搞啥？红桥号码3082，红桥完结。完结。收台完结。完结。红桥号码3081，红桥完结。完结。大西区分会，红桥号码1976，红桥完结。红桥号码1910，红桥完结。
五七八九分会，阿叫落卡。导游在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九六九五，红桥完成。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九六九六，红桥完成。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九六九八，红桥完成。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九六九七，红桥完成。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九六九四，红桥完成。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九六九三，红桥完成。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九七空空，红桥完成。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九六九九，红桥完成。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一千五百分会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一一四六，红桥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红桥河尾，嗯，一一空七，红桥完成。收到，完成。三六八百分会。红桥河尾，嗯，空九六二，红桥完成。红桥河尾，嗯，空九六一，红桥完成。啊，各位战友，大家好！哦，来以上啊，咱这个船顶所有分车篮啊的这个封条啊，全部拢检查完毕。我、哦啊、所有封条啊，甲锁头规个拢完整。啊，咱等下哦，七点准时要来放假。感谢各位。啊，来各位战友啊，咱即马搁等下这个现场哦。啊，恁拄啊所看的，就是阮哦，透早哦，伫这个验封条的画面啊，哦。啊，所有啊，拢加检查吼，拢真完整吼，啊，真顺利，真顺利吼，拢有检查吼，拢加检查，所有拢完整吼，啊，真下面啊，啊，咱来甲这个交友啊吼，报告一下这个现在咱目的地的天气吼，咱目的地的天气，咱这个东边的太阳公公吼，嘛有出来吼，太阳公公啊出来甲咱滴加持吼，啊，要予咱今仔日的分享吼较顺利的。哦，啊，今仔日咱只或者个哦，会使讲四颗连灯哦，四颗连灯哦，拢真好天，拢真好天哦。啊，这个东南风哦，四至五级哦，啊，算讲哦，微微啊风哦，微微啊风哦，啊，阵风哦，那较大时阵哦，才有法度达到五级哦，啊，若无至少这个四级左右哦，四级左右哦，那对咱今仔日这个阮只飞行啊。算讲啊，无啥物阻碍，无啥物阻碍。啊，等下反正啊，一放出来，哦，一放出来。啊，假使若会，敢若讲会讲吼，会偏向吼，即个南平，吼、哦，南平为即个台湾来前进，吼、哦，还有小块，吼、哦，小块即个侧风，哦，小块侧风，哦，啊，应当啊，对即、這个咱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反正的飞行啊，吼、哦，无啥物，无啥物阻碍。哦，无啥物阻碍，啊，咱哦，昨暝安尼一路开落来，哦，啊，规路拢足好天个，哦，拢规路拢足好天个，规暗哦，就甲即马个天气啊，哦，会使讲啊，无啥物改变，哦，咱海面上个天气啊，大概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哦，看咱陆地，哦，咱啊，阮只飞到外咱家人，哦，个方面啊，哦，啊，就看这陆地天气啊，阮伫只，哦，啊，无法度去甲恁解释。哦，啊，就天气，算讲哦，海面的天气就是好天，哦，就是好天，啊，就阵风四至五级，四至五级，哦，啊，即阵啊，咱这个工作人员呐，哦，咱船顶的工作人员啊，所有啊，拢已经就位啊，哦，拢已经就位啊，
哦啊，拄则要上位进程啊，哦，拢有甲伊顺咱即个哦，分只要放出来哦，诶，即个安全诶设施哦，拢有照看，拢搁甲检查一遍哦。啊，等下哦，阮只放出来哦，拢袂去弄着伤哦，拢袂伊都袂去弄着伤哦，会当顺利啊来出人哦，来出人来开始来找伊要回家的路哦，开始要找伊回家的路。啊，今仔日啦，咱所在哦，咱是经过咱资格赛哦，甲第一关哦，这两种的天气的考验，结果飞出来哦，即摆拢过来伫船顶哦，要来接受这个第二关哦，要来接受这個第二关的挑战哦，要来接受这個第二关的挑战。希望啊，咱等下啊，分鸟放出去哦，咱这个船顶的分鸟啊，哦，同款。哦，同款，让伊每一只拢会当平安顺遂啊，来定了哦，来定了哦，来找着主个人的随人的主人哦。啊，咱即马吼，就伫咧期待哦，后手啊，后手大概啊，佫有即个13分钟的时间哦，佫13分钟的时间。那今仔日啦，以咱现场的天气吼，佮伊看起来吼，佮伊推测起来哦。运动啊，未有甚物变卦，哦，未有甚物变卦，哦，啊，天气拢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哦，这个风势，哦，风势，希望啊，等下时间啊到，哦，要放阮鸟的时阵啊，这个风势啊吼，会当较细，哦，会当较细些，哦，啊，若搁较细一点嘛，当然是有较好。哦啊，即摆若像即摆一阵的风，那伊即阵的风就有较大，哦，即阵的风会较大，但是这算阵风，哦，算阵风。哦，连咩分鸟若放出来吼，若讲敢若讲，讲拄到阵风会拄到头五级，哦，就会拄到风阵风头五级，但是啊，迄五级啊，偌紧，哦，迄偌紧，迄只不过是阵风尔。啊，咱的分鸟啊，拢大家拢经过这两关的这个考验嘛。来到这第二关啊，拢经验非常的好，因为咱两关哦，咱资格赛甲第一关放的方式哦，拢无同款，哦，拢无同款，哦，你今仔日这关放的方式甲顶两关，哦，甲两关哦同款，哦，拢这个天气啊，哦同款呐，拢无同款，但是啊，咱今仔日是晴空万里。如果若咱照咱这个现场天气个甲推算起来啊，吼，从运动咱今仔日个声数，吼，会甲这个第一抓，吼，第一抓资格赛啊，吼，个声数差袂介济，吼，差袂介济，吼，后手啊，大概搁还有10分钟个时间，哦，搁10分钟个时间，还搁10分钟哦。哦，搁10分钟，哦，咱就要来放阮只，哦，哦，还搁10分钟啊，哦，咱因为啊，咱即届啊，吼，咱的像咱贵咱北海的鸟数啊，吼，也无讲介济，哦，无讲介济，咱两台船啊合作一台，哦，合作一台，啊，所以讲咱联合船队的鸟数啊比较有较侪，所以讲咱。联合船队这两三抓哦，拢同款，拢伫这个咱的船只的正南仔数哦，拢装在这船只的正手柄哦，船只正手柄。因为咱这正手柄哦，这分鸟伫放的时阵啊，才有法度一致哦，顶下分做两站哦，所以讲啊，咱这三抓哦，咱北海联合船队的鸟数的鸟只吼。拢传伫即个正手柄，哦，拢传伫即个海上的即个正手柄，啊，即分做两个人伫放，哦，啊，拢放出来，诶，分鸟啊，拢才有法度吼，飞规阵，哦，飞规阵，做伙来找回家的路，哦，做伙来找回家的路，哦，今仔日即天气甲看起来，哦，要找转去的路，哦，甲咱直接甲推算起来，运动是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讲简单，因为啊，即个市面啊。四面拢光足光个哦，能见度啊拢非常个好哦，能见度啊拢非常个好。咱来遮哦，慢慢啊来期待哦，慢慢啊来期待，期待即个时间到哦，时间到咱就要来甲
该放出去，哦，该放出去。啊，咱今仔日呐，这个4月16，哦，咱今仔日是这个4月16，啊，拄拄啊，正拄好，哦，拄到咱的对花伫演习，哦，伫演习，所以讲啊，阮等下放对咱放阮鸟，哦，无完全拢无影响，哦，拢无影响。但是啊，等下阮鸟若放好，哦，要回程，哦，要回程，哦，阮都爱搁细路，哦，都爱搁细路，哦，因为阮若假使讲哦。全咧放好直行，吼、哦，放好直行，阮的船只会转入去因的这个管制区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比较会较危险，吼、哦，比较较危险。啊，阮船只等下若放好，吼、哦，阮都爱搁细路，吼、哦，今仔日啦，要阮这个船只要转去啊，都爱搁加细3点钟的路程，吼、哦，才有法度来到台湾，吼、哦，才有法度来到台湾。啊，因为啊，因这个咱对岸的演习。哦，因的这个警戒区啊，哦，阮遮即马直接放阮鸟，哦，即马遮这个阮这目的地就会当看到因的警戒船，哦，因的警戒船，安尼3台4台安尼哦，敢那讲话讲伫遐伫围一排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阮等下到目的地，哦，阮即马船只已经到目的地啊，啊，了咪啊，阮只就放完，哦，啊，阮的。阮船就爱随口走，哦，随口走，啊，若无吼，因这会来乱，哦，会来乱，啊，所以讲啊，啊，等下阮放好，哦，今仔日即关啊，哦，比较阮敢若讲要长个时间啊，会拖长，哦，会拖长，哦，啊，咱对咱今仔日的混鸟比赛，哦，咱的目的地，哦，一点点啊拢无影响，同款，拢是较正确个位置，哦，来放。啊，放好，阮船只才会走。哦，放好，阮船只才会走，因为时间啊还未到，因9点才开始。啊，即马都有这个吼，阮、哦、这伫这吼、個，都有看到因的周围啊，拢有因的迄个警戒船啊，伫保护外环过。哦，啊，但是咱的放较点哦，啊，相较离，哦，拄拄啊好，哦，甲因无影响。啊，咱这个今仔日啦，甲咱现在是这个同款，是这個大中轮，迄、那个大新轮哦，同款是大新轮，哦，歹势，因为这個大中轮较好坐，我定定要讲大中轮哦。咱为资格赛开始啊，就是由咱这只大新轮啊，甲咱现在哦啊，每拢会使讲哦，这是正港的这个比赛船哦，正港的比赛船。哦，爱伫这个开船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这个放甲地啦，有诶无吼，因拢做经验做好诶，吼、哦，拢经验做好，哦，啊，拢每一撮拢顺时，哦，拢平安顺时，哦，甲咱载甲咱诶这个目的地，哦，啊，互咱遮个选手啊，吼、哦，选手甲，哦，会当来这个正式比赛，哦，正式比赛。后手啊，剩大概啊，过这个要花6分钟的时间吼、哦，要花6分钟的时间。哦，咱今仔日这个天气啊，非常的好哦。今仔这天气啊，非常的好哦。啊，这算讲哦，每一个你期待啊，拢啊精神啊较好哦，精神啊较好哦。恁阮顶。顶一关啊，第一关的时阵啊，你放鸟啊，哦，即个放甲人员啊，拢还佫穿雨衫，啊，但是啊，今仔日吼唔免，哦，今仔天气好，温度啊拢正常，哦，真正正讲是即个春啊季的即个天气，春天就对啊啦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非常的凉爽，哦，啊袂寒，啊袂热。咱咧，咱离距离这个放鸟的时间啊，1分1秒，直直接近啊，啊，直直接近啊。哦，相信讲哦，咱陆上的这个分鸟头家啊，哦啊，每一个啊，拢全安尼吼，拢厝的拢准备好好，哦，要等伊的爱甲等伊，哦。
过五分钟哦。即阵的风势啊，哦，甲拄只拢同款，哦，也无大，也无小，哦，伊也嘛无改变，哦，但是你保持这个四至五级的这个风，相信讲哦，那明仔咱七点嘛，哦，以后，哦，这个日头若愈烧，哦，日头若愈烧，风势伊就会慢慢啊会较降，哦，慢慢啊会较降，哦，可能啊。那等于到这个半路啊，大概啊，剩差不多这两级哦，至三级哦，差不多，加差不多，大概差不多，我平价数据方面啊，大概剩差不多两级至三级哦。啊，即咱即马目的地方哦，同款五级、四级、五级哦，无什么改变哦，无什么改变。三分钟哦，我来哦，我剩这三分钟哦，大概还有两分外钟，三分钟哦，咱分钟就要甲放出来哦，啊，这个放个已经完啦，啊，所有啊，拢已经啊，拢完全啦，拢准备好哦，准备好。哦，伫备战哦，备战的状态拢准备好，要来放阮鸟哦，拢所有个拢甲叫因啊，拢甲准备好好哦，准备好好。哦，今仔日啦，虽然啦天气是有够好个好哦，有天气有够好个好，但是啊，海面上啊，咱这個。咱的四周为四颗连灯啊，吼，无甲一只个掠鱼船，哦，无甲一只个即个渔船啊，哦，那依照以往啊，咱即出来放风鸟啊，即一种天气个情形啊，即附近啊，会使讲哦，即个渔船是规大堆，哦，渔船是规大堆，啊，今仔日啊，因为对岸的演习，哦，会管制，啊，即周围啊，哦，会使讲啊，拢无甲一只渔船，拢无甲只渔船。咱距离放风鸟的时间啊，愈来愈接近，哦，愈来愈接近，大概过差不多一分通钟，哦，过一分通钟。过一分钟哦。各位教育吼，因为今仔日这个吼，这天气啊，确实非常的好哦，非常的好哦，啊，这也无什么话题好讲哦，只有期待哦，期待一分一秒的接近三十秒哦，来二十秒。一单哦，同款哦，每一单的分鸟哦，慢慢慢慢哦，慢慢慢慢拢飞出来哦，慢慢拢飞出来哦。今仔日这个鸟数啊，哦，伊顶关的鸟数啊，大概减差不多哦，有要加一半哦，有要加一半哦。今仔日的鸟数比较啊，有较少一丝啊，哦，有较少一丝啊，但是啊。分鸟一放出来啊，同款是非常的壮观哦，同款是非常的壮观哦。啊，即马即个咱分鸟一放出来哦，所有的鸟哦，所有的鸟会使讲咱规群所有的鸟，拢比较较偏向吼、哦，较偏向即个西南边吼、哦，较偏向西南边
哦，为大概为朝这个三点哦、两点的方面啊，来你找出路，来你找出路。哦，大部分的鸟哦，拢用这个即卖吼，拢用大部分拢用两点的方向来进行。哦，伫遮哦，搁甲咱陆上吼，所有的粉鸟头家哦，做一个较明确的这个说明哦，因为咱今仔日受到对岸哦，这个演习哦，咱的船只吼，咱的船头有小可偏向，有小可偏向。哦，所以讲啊吼，今仔日的粉鸟呐，为两点的方向。哦，两点的方面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来前进，哦，是上正确的，哦，为两点，哦，甲一个点半，哦，两点点半，这个所在啊，来前进啊、哦，是上正确的，哦，上正确的。即摆分鸟啊，大概拢伫差不多这个两点，哦，两点三点这个方面啊，飞到非常的悬，哦，非常的悬，速度嘛是非常的紧，哦，速度嘛非常的紧，愈飞愈悬。哦，啊，伫啊，你来往这个两点的方面来，你前进。哦，两点的方面来，你前进。哦，咱今仔日啦，这个阮鸟啊，会使讲啊，非常的顺势。哦，放出来非常的顺势。大部分的鸟，大部分的鸟，拢偏向哦，这个两点方面来出去。哦，偏向两点方面来出去。哦，啊，这个即马遮咱的出来，这个船边啊，迄阮鸟啊，会使讲是全部十只鸟。哦，全部十只鸟，所有的鸟拢全部哦，为两点的方面啊来前进。哦，因为咱的船只今仔有小可偏一丝丝啊。哦，啊，正确的位置是这个两点的方面啊，是正港啊，从正确的这个台湾的方向哦，台湾的方向。哦，啊，所有的粉鸟啊，即嘛会使讲啊，拢完全啊，哦，完全离开啊，咱这个。现场的视线，哦，拢完全离开现场的视线，哦，即卖只够有看到一点吼，咱、的这个一点的方面啦、啊，哦，看到一点，哦，完了，但是啊，伊完了，赶快一直前进啦、啊，哦，一直前进，哦，真紧，真紧，伊就一直消失啦、啊，在阮的视线，哦，啊，这镜头搁甲边讲，哦，镜头边搁甲边讲。镜头会使讲是完全拢翕袂着，哦，咱的即马即个三点的方面啊，有零零星星啊，大概这十外只鸟，哦，这会使讲算讲哦，是上尾啊，哦，上尾啊，迄比利南仔底看出来，哦，比利南仔底甲看出来，但是啊，伊嘛是同款有伊即个位差不多这点半，哦，点半至两点这个方向啊，哦，是来前进，哦，啊，今仔日啊。咱这个直接现场啊，会当简单甲判断啊，假使啊，这个若无啥物变化哦，半路伊若这个小镇的路线吼，若无啥物变化，今仔日的灯笼点啊，照你讲啊，会落在这个啊，家人啊，哦，家人较偏向哦，这个石门，这个金山石门这个方向来停留。哦，今仔日咱这个现场啊，会分鸟啊。咱只只简单的甲预测，哦，那简单的预测应当是啊，会带哦，在这个家人金山这方面来停留，哦，啊，即卖所有啊，粉鸟啊，会使讲啊，全部，哦，会使讲全部，哦，来出去啊，哦，来出去，哦，啊，咱边啊，哦，国边啊，咱才有看到镜头有看到两小灯，哦，两小灯，哦，歹势，这是右转放的，哦。这不是咱的鸟，哦，这是右转放的，伊伫咱的右后方哦放的，所以讲啊，伊即阵的这个时间，伊的鸟拄好哦经过咱的船只，哦经过咱的船只，哦，啊这下面啊，咱的鸟啊已经啊拢全部啊，哦拢已经来往这个叫点半，哦用点半两点这个方面来出去，相信啊。今仔日咧，即个咱登到陆地的时间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可能会较紧，吼、哦，可能会较紧，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日照你咱安尼简单的甲推算，吼、哦，咱可能的声数会甲资格赛差不多，吼、哦，会甲资格赛差不多，吼、哦。啊，下面呐、啊，啊，遮也无啥物鸟，咱来看一个啊，吼、哦，咱即季啊，吼、哦，咱即个复盲啊，即个画面，吼、哦，因为咱顶关，哦。这个粉鸟啊，哦，拢伫遮咧飞，所以讲咱无看到。我、哦、下面啊，咱来看一个扑网的画面，哦，请
各位家又做阵来参观。112年4月9号，滨海联合船队奉萧总会长及宋理事长的指示哦，来东方球场空拍巡视一线网。就位了吗？好，砍掉。风很大，慢慢放，拉回来。等一下，阿水，你怎么没有拉嘞？啊！我靠！过来这边，小胖先不要看。这是新来的，拉那条。拉到再叫，不是从这边拉。哇，阿水你，阿水，阿水，你要从这边拉了，你去那边也拉不到啊。从这边那个，上来再上来再上来再上来，你不要又把它勾断了。对，好拉，往中间拉。对对对对对，拉，整把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再看。好，把那边喊了。现场已清除完毕。112年4月9号，北海联合船队奉萧总会长及宋理事长指示哦，来巴黎港空拍巡视一件网啊、哦。这件蛮长的，好、哦，巴黎港。各位们，好，肯定。先把那个砍断，那个阿水从那边砍断，那个你先把那竹竿上面的全部砍掉。往右边收，好，你往右边收，好，胖，胖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
进行砍除掉，生意啊，该按国做的呀、啊。来动嘛，小心了、啊。绳子收一收，把它砍掉。啊，收一收，把它砍掉啊！好，一会儿再到那上面，上面把今天砍除掉啊！你把王子刀子收一收，割一割。这一端呀，把它放下砍除掉哈、啊，砍掉了哈、啊，那就收一收，砍一砍了、啊。就这样吧，把它砍除掉了哈。来，我们今天再到别的地方看看。今天是112年4月3号，我们是北海联合团队大东北消防队奉小总会长及宋理事长指示哈，在那个暖暖山区公派拔下一张网子，后来不掉，谢礼哦。现场有两个网鸽贼被我们追跑了。等下，挂掉落就啊。这里哦。好，放好落就。挂灯，挂灯，刷挂灯。以后啊，努力让你别。挂灯嘿。
不掉。哦，水，清理完毕哦。
来各位教友吼，啊，这个对这个好买好买机会吼，歹势讲这个保险，哦，也是啊，再去加空调时阵呐，我甲你加无着，哦，也是我唔着，但是啊，你的分照，哦，恁会的分照，哦，同款，哦，同款拢统一，哦，拢这个正常的时间呐，来甲恁放出去，吼，来甲恁放出去，哦，啊，直接甲恁讲一句保险，哦，是的。哦啊，一切拢有照这个程序做，只不过是我这个加空调的时阵啊，甲你验无着，哦，直接甲恁过讲句歹势，哦啊，即恁的分照啊已经同款，哦，甲这所有的分照拢准时来放出去，哦，准时来放出去。诶，所有的分照啊，吼，拢全部啊，全部拢来已经出去啊，全部已经出去啊，吼。哦，咱全部拢离开咱这个现场，吼，全部来这咱今仔日的这个参赛的赛格啊，所有啊，拢啊已经离开咱的现场，哦，拢为正线，哦，拢为正线。哦，为一个两点的方面啊，正线哦啊来前进哦，来出去，来你找回家的路啊，相信啊，今仔日啊这个啊一路啊，这个风影啊拢袂介大，风势哦，即摆好亲像啊，咱现场嘛有较细啊，哦现场嘛有较细啊，哦啊规路的风，希望讲伊啊愈咱愈往南飞哦，愈往南飞啊这个啊。分照啊，哦，对，这个风势愈细，分照就愈顺时，哦，希望讲今仔个声数啊会飞较好，哦，飞较悬呢，哦，啊，然后来继续啊，参加咱这个第三关的正式比赛，哦，会当来参加咱第三关的正式比赛。啊，今仔日啊，因为啊，这个咱对岸哦，伫这个演习，所有啊，规海啊，哦，规海，连一只渔船啊嘛无看。哦，一只渔船啊嘛无看。这个，即马吼，这个现场啊，你也看吼，这镜头有照到几只鸟，有照到几只鸟，这是迄运动是游船放的，哦，游船放的，哦，咱这台船的这个所有放的粉鸟啊，哦，拄只已经啊，全部拢来出去，哦，全部拢来出去，哦，啊，就即马这鸟放出去是游船的马拉松，哦，是游船的马拉松，哦。现在啊，这个海面哦，包括因拄只游船放的马拉松啊，哦，嘛已经啊，真紧一下就飞出去啊，一下就飞出去啊，哦。这规天清影影，南规海嘛清影影，哦，南规海嘛清影影。咱啊，依照咱这个现场的预测啊，今仔日的声数啊，运动会非常的好，吼、哦，运动会非常的好，因为啊，
这个风势哪来哪势，哦，风势啊哪来哪势，啊，这个海涌哦啊愈来愈平，哦啊愈来哦，这个海涌啊愈来愈平，哦，相信啊，这对咱今仔日这个参赛分鸟啊，所有的分鸟啊，拢有所帮助，哦，拢有所帮助。在此吼，把这个虎尾的教育啊，讲一个抱歉哦，讲一个抱歉哦，这是我本人哦，一时的疏忽，所以讲啊，把恁这个空调啊，啊来念无着哦，空调来念无着哦，啊恁但是啊，恁所有的这个分教啊，吼啊，同款拢有甲这个咱的所有的这正规军哦，拢同款啊，同一时间。哦，全部拢放出去，哦，啊，这家恁这家人嘛，哦，啊，我是拜托咱这个杨洪龙团队总干事阿辉，哦，落去放的，哦，啊，请恁这的教友，哦，会当放心，哦，会当放心，所有的分教同款，哦，拢甲咱这几台船，这正规军，哦，拢。